哇！嗱呢啲咁啊，單腳跳啊，真係哇，跟得靚啊，哇好波啊！所以就有時比賽太頻密咧，都幾影響嘅，真係唔多唔少。咁不過我覺得佢同林丹打咧，就真係可以都好。 兩個去到咁嘅級數咧，神級對賽，神級打到無數次嘅，根本咧，我覺得就都係真係交代俾球迷嘅，佢哋自己邊個邊都好完，冇咧都已經睇到化晒啊！要搏咧都仲可以搏嘅第三局，我始終覺得佢就都係好多諗法嘅。咁佢自己話，譬如我哋睇就覺得佢冇事啦，個體能冇事啦，佢自己都話係即係譬如。 個精神嘅集中度係低咗啲，即係唔好睇得咁準。所以就都唔想自己太辛苦打到自己殘晒。即係去到好全面啊！兩位球手都係嗰種實力嘅接近嗰種咧，所以心理係幾重要。因為對上兩次咧都輸俾李宗偉咧，就嗰種勢頭就冇咁好啦，已經即係即整個落場嗰種信心咧會有啲唔同。哇！真係好靚啊啲～ 技術，哇！不過，哎，仲有喎，就精彩啦，賴望過，你仲係回到過嚟喎，哇！好，真係從呢啲可以睇到啲運動員嗰啲技術點樣打。 應該從欣賞球員嘅角度睇啦，就係有啲好多就加埋其他因素啊，又一定要幫邊個加邊個啦，就其實真係我覺得即係唔係咁好，最好就係咁樣啦，邊個好波嗰個或者受歡迎捧佢場。咁啊，甚至乎成日講緊話林丹好無敵啊，超級丹啊，但係其實都要有咁上下嘅對手同佢對賽啲比賽先有得咁精彩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，係。 33歲嘅年紀啊！即係好多拍啊！尋日對住林丹又係嗰種咁啊多拍，而且李宗偉嘅即係李宗偉呢種運動員咧，都係唔掂啊！即係幾兩三攬打強度之後咧，顯得係好疲勞嘅，恢復唔到嘅。咁其實佢喺訓練近年咧，即係早幾年你開始佢開始喺個訓練嗰度咧係針對呢樣嘢個體能上咧，即係佢係。 就唔好以為順風咧啲氣流幫到你要慳力啲啊，打個波其實你當你想壓翻底線咧，你好難控制得好嘅底線，大力啲就出界噶啦。哇！哎，落到手過呢個咁啱位，神龍咁叻呢個頭頂區跳唔到。嗱呢啲咁嘅單腳跳啊，真係。
Wow.一路要拋高啲啊，神龍！哇，太煩啦，又追唔近嘅分數。哇！已經係好靚啦。 哇！好大膽啊，推呢啲咁嘅平平地嘅波，啊真係！而家嘅網前。 都係先出嚟網波，嚟網波出去先係呢件波，變咗大家係好似感覺都舒服啲啊！即係跑動係少咗，大家都控制唔到個底線。 今日啲波咧，哇，跟得靚啊！哇，好波啊！防唔住啊！李宗偉一路開始越嚟越快個打法。 啊，開始攻多啲啊，一定要。
睇下邊個落手先，哇！咁樣抓喎，我都望住教練啲有冇咩唔妥。 勾唔到快啊！呢個勾對角，好過，即係林岑龍嗰個防守意識鬆懈啊，冇攞好重心。 所以呢種先殺食，有時唔跳都好犀利。哇！後咧就一路都。 越失就越急咁嘅人，又出界。<咳><咳>